哎，阿姨阿姨，把孙小姐送回去了。我发现啊，那个孙小姐人长得不错，而且还会说话。哎，她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已经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发现她……哎呀，小萌回来了。妈，刚刚孙小姐来过，阿衍把她送回家了。我跟你说，孙小姐很喜欢阿衍的。阿衍，你喜欢她吗？早点睡吧。阿姨，啊，妈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回房间睡觉吧。我说真的，孙小姐可漂亮了，我看着呀。明明在这儿呢嘛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找不到了？你和我爸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这个是我。这是你多大的时候？多大的时候？我想不起来了，看上去吧，二十几岁的样子，就那个年纪。你们那么年轻就认识了？你看，叶阿姨那时候漂亮吧？我跟你说，我那个时候走在马路上啊，这回头率可高了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那个照片啊，就放在那个照相馆里面。我要你找的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你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？你告诉我。我跟你说，我藏了一把钥匙，非常重要的钥匙，非常重要，是个秘密。你别着急，你慢点说，坐下来想想。是一把什么样的钥匙？你把它放哪儿了？是家里还是外面？我放哪里了呢？家里。想不起来了，我反正不能告诉他们。不能告诉谁啊？不能告诉小萌。你千万记住，绝对不能告诉小萌。那是藏在家里了吗？书房、卧室还是保险柜？土里啊！你把它埋在花园了。花园、花盆、花的下面，我把它藏在那个花盆的土里。花盆。是在找什么东西吗？你妈有东西找不到了，让我帮她找一下。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了。我看你脸色很差，你还好吗？最近公司事情有点多，没什么大碍。对了，天空的礼物已经送过去了，她很高兴。那就好。你妈，叶阿姨又对你动手了？啊，没有，今天已经好了。照顾好自己，最好让小光和花姐陪在你身边。
小萌，啊，你看着乱七八糟的，我来收拾。白雪公主、灰姑娘、睡美人。温迪说，他喜欢我讲的故事，因为那些故事中是正义战胜邪恶。胡克生气说，好吧，那你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会飞？彼得潘说，我永远长不大，因为我心里面没有爱。阿衍，这次你又想起什么来了？那个钥匙，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我放在那个盆栽。什么盆栽？什么盆栽？是我爸书房那两盆盆栽吗？对，就是那个书房的盆栽。你说的钥匙是不是这把？我在花盆底下找到的。就是这把，没有人知道的，你爸爸告诉我的，特别重要。我爸？啊，你记起他了？这钥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跟我爸的死有关系？不是，你弄疼我了，你放开我，你弄疼我了，你。李阿姨，这到底是把什么钥匙？嘘，秘密，周家的秘密，你千万把它放好了，别让小萌知道，啊？什么秘密？小光。我查到了，是一家银行保险柜的钥匙。我知道了。啊，赵总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。在上述结果中，待检测复析样本无法排除
是代检测子女样本亲生父亲的可能。被检孩子可以从被检父的基因中找到来源。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，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.9999%。